亲爱的姚先生，其实我一开始不想要安排这个对你念出誓词的桥段，因为我是个在台上讲话会非常紧张的人。但在准备的婚礼过程中，我发现你好像蛮希望我能致辞的。我文笔没有很好，但希望接下来对你说的话能让你感动。就像我们订婚时，你在我最重要的家人朋友面前对我说了那些告白的话。You're sitting on the chair, wrapped inside a bedsheet, playing with your hair, watching people on the high street. 赶快帮我，你要帮主意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I would make this moment last 4 hours if I had my way.这好很重哦，这好比听我还重。悄悄跟你讲而已哦。Innocent Rush， 开什么玩笑？这是轻松闯关的概念呐、啊。真的哈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能不能拿那个？我记得化妆，我觉得应该长这样吧。你们确定你们是用这张脸吗？你们确定正确的眼睛鼻子嘴巴在里面？有吗？有。这是想躺平的。然后再限时5分钟内到楼下右手边的那间 Seven 去买保险套。祝福他的话，2个字，你们需要多少？2个字，谢谢 ，OK。大了。漂亮，身材好，胸部大。我没有阴晴不行，非娶她不可，一辈子爱她一个。谢谢你愿意为了我的人生规划，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把下半生许给了我。谢谢你愿意如此融入我的家庭，谢谢你愿意陪我走未来的每一天。对于我们的未来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早生贵子，我们一起带着孩子成长，也继续为各自的事业打拼，为彼此加油打气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创造更好、更美妙、更甜美的未来。Let me stay right here, just a moment longer. The time before the night, when everything is golden. You're sitting on the chair, wrapped inside a bedsheet. 其实对于即将成为真正的人妻，我感到非常的紧张，但因为是你，总是能给我满满的安全感，对我说没事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Just a moment longer. 最后还是要对你说一句，你最喜欢听，要听我说一辈子的话，我爱你。